聽到。我哦，好好好。各位大家好，早晨。早晨。咁好開心見到大家喎，大家都望落都好好早都嚟到啊，係咪啊？容唔容易揾啊呢度？容易。唔容易啊，係咪啊？有冇摸錯咗啊？唔知摸咗喺邊度啊？唔知邊一忽兜嚟兜去咁樣。哦 ，OK 啊。不過都好開心喎，嗬！就算兜嚟兜去，我哋都兜得到你呢度嚇，咁都好開心見到大家。咁啊，想問一下大家琴晚咧瞓覺瞓成點啊？啊，唔好啊，點樣唔好啊？醒咗就瞓唔到啦，嗬，係咪啊？多唔多朋友係咁噶？瞓到噶，不過咧跟住咧就醒咗啦，跟住就眼光光就到第二朝啦。有冇啊？都有啲朋友係咁嗬。一瓶咖啡就點啊？好精神嘅，瞓唔著啦，係咪啊？又哦，好啊。咁有冇啲朋友咧，又係好難先瞓得著，喺張牀度咧，好似咧煎紅三魚咁樣樣，反嚟反去，反嚟反去。有冇啲朋友係咁啊？哦，間中哦 ，OK， 過咗時就好難瞓得到，嗬，係咪？係好。咁有冇有啲朋友咧，又係瞓到啦嚇？咁咧即係又冇乜醒嘅，不過咧瞓完之後咧就好似冇瞓過咁嘅。好攰噶，個人係一啲精神都冇噶，有冇又係咁樣？我都有喎，呢個就少啲嗬，不過就咁咧有冇啲嘅朋友咧就係咧佢成日都會有發夢噶，瞓覺嘅時候咧都哇好似咧好似睇咗場戲咁樣樣噶喎，成晚喺度嚇冇乜點瞓覺噶喎，有冇咁啊？有都有好少啊 ，OK 好。咁啊，所以大家今日都嚟到呢度啦，係咪啊？都有唔同咧嘅瞓覺嘅情況，可能我哋咧要去到認識一下，究竟咧其實瞓覺係一回咩嘅事情咧咁樣。咁我今日咧就會去講下咧，其實就係講下咧失眠嘅一啲嘅成因啦，咁有啲咩因素會影響我哋瞓得唔好嘅嚇。跟住咧又再講下咧，其實喺我哋身體裏邊，我哋叫做咧睡眠嘅周期，其實係會發生緊啲咩事嘅咧？嗰度咧可能有一啲嘅嘢我哋澄清咗，咁咧就正確去認識下，究竟原來係咁樣㗎，咁樣叫正常㗎，係 OK 㗎嚇咁樣樣。咁喺嗰度咧就會又會講多少少。咁跟住最後咧就要講下啲方法嘅，係咪嚇？咁咧就唔可以淨係知埋呢啲咁嘅資料之後咧，咁就搞掂嘅喎，係咪？咁實際咁應該點做咧？咁我哋咧就有少少方法，咁同埋咧亦都會可能要喐下攬大家嚇，可能坐咗喺度嘅時候咧，咁啊可能有啲時候咧就想大家做少少運動嘅嚇，咁好簡單嘅啫咁樣樣嚇。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喺呢個一個鐘頭裏邊咧會做嘅嘢嚇。咁最後咧就係一啲問答時間嚟嘅嚇，咁有咩咧咁大家就可以隨便問啦，唔好客氣好唔好啊？或者你喺中間裏邊咧，你都可以嘅。你話我有啲嘢想問啊，咁你都可以舉手嘅咁樣樣。OK 啊，嗬，係咪？咁我哋就一齊嚟咯喎，嗬。我想問一下咧，我哋究竟咧一般啦，我哋大家咁樣樣啦，我哋有幾多時間咧係喺瞓覺嘅裏邊用啊？三分一係咪啊？嚇！咁咧，咁即係話，仲有三分二嘅時間係做緊咩咧？我哋係啦，就做其他嘢啦，喺睡眠以外嘅係咪啊？翻工啦，或者係參加啲活動啦嚇咁樣樣。咁其實原來瞓覺咧，只係佔咗我哋三分一嘅時間嘅啫。會唔會有啲時候咧，我哋咧有陣時可能咧諗過瞓覺諗得好嚴重啊，嗱覺得咧瞓得唔好就會點啊？係啦，冇精神啦，專注力唔好啦，就乜都做唔到啦嚇。其實有時候咧，其實佢只係佔咗我哋三分一嘅啫，咁但我哋仲可以有其他時間咧做下其他嘢嘅喎。我哋瞓得唔好嘅時候，頭先講啦，冇精神啦，會專注力唔好啦，仲有你哋聽過嘅有時咧，瞓得唔好咧，會有啲咩事情會發生㗎？係啦，有啲意外啦，你聽過係啲咩啊？係啦，有時咪新聞咪會報下嘅，咩個司機揸揸下車，突然之間中眼瞓。咁就冇踩到油門或者乜嘢嘢咯，咁撞咗車嗬。仲有咧，要你哋所知，瞓得唔好，或者自己啦嗬，有陣時聽下人哋講，
你請講。是的，瞌眼瞓啊，唔夠精神啊，是不是啊？日跑的時候咧，個人好攰啦，啊，好想中眼瞓啊，嗬，咁啊，有陣時搭車就冇辦法啦，唔係，我先瞓咗佢啦，咁樣嚇一。啊，日跑精神唔夠啦嚇，咁啊，仲有啲乜嘢嘢嘅咧？你發覺如果有時瞓得唔好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唔集中？可能集中係啊，會唔會覺得有時好似好容易病咁噶？好似哇呢排成日都傷風感冒，好似特別容易咗，有冇咁樣樣啊？我都有啊，嗬。啊，咁原來咧喺瞓覺嘅裏邊咧，其實就係佢其中一個功能啦，就係幫我哋咧去到俾我哋去修復啊嚇，同埋咧去到等我哋增強個抵抗力。咁有時候瞓得唔夠嘅時候咧，就好似會弱咗啲啦個身體裏邊嚇。呢啲都係一啲瞓覺裏邊咧有時不足嘅時候一啲身體裏邊一啲嘅影響嚟嘅。喺瞓覺裏邊咧，原來咧就有個叫好似週期有個循環嘅嚇。咁咧喺呢個循環嘅裏邊咧，咁就會經歷呢幾個階段嘅嚇。咁分別咧就有淺睡啊、冇意識啊、過度啊、深睡埋快速眼動期嚇。咁而喺呢個咧就係整個呢啲咁樣樣咧，就叫做一個嘅循環嘅啦。咁如是者一晚咧就大概有幾多個呢啲嘅循環咧？咁咧就有四到六個嘅，你見到咧啊呢度我高高低低嗰啲咧，咁樣樣就係一個啦嚇，咁啊一個啦，一個啦，咁又一個啦嚇，咁咧就一個個呢啲循環，四至六個嘅循環，每一循環裏邊咧就會有淺睡啦，有深睡啦，又有啲快速眼動期啦咁樣樣。咁跟住咧，我哋又再喺呢度啦，我哋就去睇下咯嚇。其實咧喺呢度原來有啲嘅提示話俾我哋聽噶。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快速眼動期，你估下憑呢個名嘅啫，你去估下，其實係發生緊啲咩事咧？你對眼係啊，喐緊啦，嗬，係咪啊？係啦，咁啊，相對咧係喐得比較快啲嘅嚇。咁喺呢段時間啦，咁啊，唔淨止眼球喐得快喎，咁原來咧，我哋嘅我哋嘅脈搏啦，我哋嘅體温啦，身體嘅喐動咧，都相對都會比較高少少嘅嚇。咁呢段期間咧，就係一個發夢嘅階段嚟嘅嚇，發夢嘅階段。咁我哋睇下咧，就即係 REM 啦嚇，咁咧就上邊嗰行嘅深色嘅呢啲嘅部分。好，從呢啲深色嘅部分咧，你睇得到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喺瞓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會有啲咩事係會發生噶？係啊，會有發夢噶喎，係咪啊？原來瞓覺裏邊咧，發夢係好正常嘅一樣嘢嚟嘅，係我哋咧係會去經歷嘅嚇，咁就唔係一個好奇怪嘅一樣嘢嚟嘅。同埋再睇埋佢嘅時間咧，臨近天光嘅時候咧，你見到呢條比較深少少啊，粗少少嘅線嘅時候咧，佢係越係點？係啦，冇錯啦，長啲即係表示緊咩啊？係啦，個時間係長啲嘅。原來越臨近天光嘅時候咧，你發夢嘅時間係會相對比較長啲。好啦，咁我哋又再睇，而發完夢之後咧，佢咧會上翻去噶，上翻去咧就即係話咧。有時候咧，係就開始清醒嘅啦，嚇咁即係話其實我哋有時候，我哋話好記得個夢咧，講咩我都知道喎，真係好清晰噶咁樣樣，係講緊乜嘢嘢咧？就即係話其實我哋嗰個時候咧，係我哋咧接近我哋醒嘅階段啦，嚇，所以咧我哋會好記得嗰個嘅夢，咁而唔係代表緊嗰個瞓得唔好。只不過是已經是臨近天光的階段，所以我們會很記得，所以發夢和個睡眠質素我們是要分開它，不要將它黏在一起，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發夢和個睡眠質素，因為在睡覺過程裡面是會有發夢的，臨近天光的時候呢，所發的夢呢相對的時間都會長一點咁、而發完夢嘅時候，我哋就會醒啦。咁所以咧，唔係代表嗰晚瞓得唔好嚇。嗰晚瞓得唔好，我哋就唔係咁樣去到講嘅啊。係因為發夢係會必然嘅嘢嚟嘅，所以同個睡眠質素咧就分翻開，就唔好咧成日都喺度諗緊。哎呀，我琴晚咧真係瞓得唔好啦，因為咧成晚都發夢咁樣樣嚇。好啦，咁啊呢個係第一個澄清啦，嗬嚇。咁啊瞓覺裏邊咧係會有發夢嘅嗱，發夢咧又唔等於咧個睡眠質素係唔好嘅。好啦，係。中醫又話，如果夢多，即係瞓得唔好。係。中醫又話係咁講。
我諗睇下佢點樣去解釋啦，點樣去到理解呢一樣嘢咯嚇。咁同埋咧，其實又睇下發係發啲咩夢嘅嚇。假若嗰個係一個噩夢嚟嘅嚇，咁我哋就需要去留意一樣嘢，去正視一樣嘢嚇，同埋都係持續嗰啲類似咁上下嘅嚇。有啲人嗰啲個夢境都差唔多嘅嚇，一樣嚇。咁假若嗰啲係啲噩夢嘅時候咧，因為噩夢咧好多時候都是跟我們個人的情緒和我們的壓力是很有關係的，這是一個提示來的，是我們需要去正視的一件事。但假若不是的話呢，那就可以暫時放低它了。另外就會有人問，那就是發夢是會在睡覺裡面是必然會出現，那我整晚都沒有發到夢，那就沒有睡到覺啦，是不是這樣去理解呢？哦，唔記得咗 ，OK。啊，你又話唔係，係點解咧？正都唔記得咗嚇，冇錯啦。咁其實咧，咁就呢個例子就係我哋見啲朋友，就佢咁佢哋嚟到，咁我哋有啲睡眠評估係咪？咁有啲朋友就嚟到同我哋講啦，唔係喎，姑娘，我真係咁嘅喎，冇發到夢喎，咁即係冇瞓到覺啦。咁佢見醫生喎，咁佢又同阿醫生拗啦，佢話：阿醫生，咁我冇發夢，即係冇瞓覺啦，不如等我點樣發下夢啦，咁樣樣嚇。咁其實咧就又唔係咁樣去睇嘅，係真係有時你記唔記得嘅啫，同埋咧佢係一個好自然發生嘅過程嚟嘅嚇，咁所以即係又唔使好追求啊，最好發多啲夢咁就好啦，即係有瞓到覺嚇，咁又唔係咁嘅，啊喺呢度咧有少少澄清。好，咁啊再落咯喎，好唔好啊？係，請講。我曾經發過夢咧，係發到未來嘅情況要發生嘅嘢，係試過兩次，係。OK， 你覺得點啊？係咪有啲預知嘅能力？好似有啲，好似有啲預言咁。有啲預言咁啊，係嘛？有冇啲朋友有相啊 ？Sorry， 你係咪想再講？好似即係發咗夢咧，到後期去到一個地方咧，好似咁熟嘅嗬。哦 ，OK， 好犀利咁喎，有啲超自然嘅能力啊，嗬，係咪好似？有冇啲朋友有相類似㗎？都係咁㗎。我都有的喎，你哋有陣時咧，你發現自己日常生活裏邊有啲嘢咧，點解咁熟悉嘅咧？咁樣樣有冇試過啊？有啊，都有啊，係咪啊？嚇，咁其實咧喺發夢嘅裏邊咧，係有陣時會係咁嘅。咁但係點樣去解釋呢一樣嘢咧？其實而家咧冇一個嘅好肯定嘅解釋。佢只不過咧都講緊個現象，就係原來我哋發夢嘅裏邊咧，有陣時候咧佢好似有一種叫做未卜先知咁樣樣嚇。不過我哋咧就唔係去追求呢啲嘅嘢。嚇！呢啲只不過係即係唔好諗住話，最好發夢咧有個六合彩 number 出咗嚟就好啦嚇。咁我跟住就去買啦嚇，咁樣樣嚇。咁就係咁，我哋又唔係去追求呢啲嚇，只不過咧係佢有陣時候咧喺發夢嘅裏邊咧，咁的而且確係會有啲咁嘅出現嘅。咁但實際嘅原因點去解釋咧？咁都冇乜去解釋嘅，只不過講個現象啫嚇，咁樣樣。OK， 啊對啲夢有啲興趣我係咪啊？疑幻疑真嘅嘢。OK， 好，我哋繼續講落去先，好冇？好啦，我除咗頭先睇咗發夢嗰一樣嘢啦，咁不過咧，喺最近嘅資料亦都顯示咧，其實發夢咧唔係淨係快速眼動期先有嘅，其實咧係非快速眼動期，即係喺整個睡眠嘅過程裏邊都會發生嘅嘢嚟嘅嚇，咁樣樣。好，咁跟住我哋再睇下咯，睇下底下啦，好冇嚇？底下咧第三同第四個階段咧，咁咧就即係，咦？你講係啦，即係底下呢一度啦嚇，咁啊最底呢度喎。最底第三和第四個階段咧，就通常咧都係一啲叫深睡嘅階段啦嚇，比較嚇。好啦，你望下先，望下最底佢嗰個線咧，最初嘅時候佢通常係點噶？最初時候佢係長啲定短啲啊？長啲個可係咪啊？嚇，即係最底嗰條線嚇，最底呢、這個係啦，一路咁睇過去嗬，呢啲咁樣嘅時候，最初嘅時候係點噶？長啲個係咪？後期咧？短啲，再後期咧，係咪啊？冇咯喎，係咪啊？零頭啊冇啊，即係話咧冇乜心水，即係我哋瞓覺階段就係咁嘅。通常喺最初嘅時候咧，就係比較就會有啲心水有淺睡咁嘅樣。但當到後期或者係你睇翻中間打後嘅時候咧，就開始短嘅啦。心睡嘅時間已經開始縮短啦。再臨近天光嘅時候咧，仲有冇心睡咧？已經好少啦，係咪？去到第三階段嘅咋，就去唔到第四嘅啦。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又會有個感覺嘅，又會有陣時會覺得點㗎？你諗下自己有陣時會曾經講過啲乜嘢嘢，或者聽過嘅。我琴晚都咁少，都瞓得唔冧，成日都醒嘅。
有冇咁樣講過啊？自己有冇咁樣諗過啊？哦，都有時都有嗬嚇。其實咧就係喺呢個睡眠周期裏邊會出現嘅嘢嚟嘅。而有時好多時我哋都會好記得㗎，就覺得真係冇咧。睇下佢邊個佢沖廁所我都知道，佢倒垃圾我又知道。你話我邊有瞓啦咁樣樣嚇？呢啲係我哋最聽得最多嘅嘢。咁所以咧就其實咧係有時候係臨近天光啦嚇，或者係咧佢其實唔係冇瞓嘅，佢有瞓到。不過咧佢知道嘅時候咧，可能係佢開始醒嘅時候，捉佢覺得佢自己冇嘅啫。嚇，唔係代表佢真係冇，其實佢有噶，不過可能是唔知嘅啫。嚇 ，OK。好，呢個第二個嗬。啊，瞓覺裏邊咧會經歷有深睡、有淺睡嘅。啊，而喺瞓覺嘅初期嘅時候咧，通常深睡會多啲，咁而之後咧就開始越嚟越少噶啦。嚇，明白啊？嗬，我咪再又再睇下咯喎。嚇，咁咧就係、是、咁啊，睇下唔同嘅年紀啊，好唔好啊？又睇下小朋友啊，又睇下即係成年啊，又跟住又睇下咧下邊嗰個咧就係啲長者嘅朋友。好啦，咁我哋睇下先，長者咧，你見到咧好多啲好窄噶，嗬，係咪一條一條一條咁樣樣噶嚇？相對嚇比較係咪比較多少少啊？係啊，嗬，係咪啊嚇？咁你見得到嘅時候咧，呢啲一條一條咧就即係咧，其實係最頂嗰個咧就即係醒嘅，即係話其實咧佢醒得多唔多？相對起。其他嗰啲嗰兩個界別嘅朋友多唔多？多啊，嗬，係咪啊？咁不過乜嘢啊？即係咪成個週期會縮短咗？縮短咗，即係意思係頭先話六十至九十分鐘，係係一個週期啊，係係。咁長者係咪個週期會短咗嗬？係咪啊？呢度咧，佢講嘅時候就即係話，其實咧佢醒嘅次數會多啲，同埋咧佢每次醒咧嘅時間係會少啲，係咪？睇唔睇得到呢度？佢比較窄啲嘅，係咪啊？嚇，佢又窄嘅，就即係話其實咧，好多時候喺長者嘅時候，佢個瞓覺情況會係點噶？係啦，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噶，係會係咁噶。如果你諗下嗬，乜點解會係咁嘅咧？你都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同佢哋嘅生活有乜關係咧？佢冇咧，佢哋嘅生活比較點啊？廁所比較清閒得滯啦，係啦。即係有時候咧，佢可能要消耗佢自己一啲嘅體力或者努力嗰啲嘅時間或者機會，相對多唔多咧？係相對比較少咗少少啦，係咪啊嚇？所以佢平日其實你見到佢咧，其實唔係好多一啲即係有時候可能都即係成日都係一個平淡啊嚇嘅狀態，根本好平靜嘅個人嚇，都即係都好休息、好休閒嘅狀態嘅裏邊嚇，所以其實佢個人咧，好似就同個瞓覺差唔多嘅喺日常生活裏邊嚇，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佢瞓覺咧，其實有陣時候咧都係相對係會比較醒得多啲，但唔代表佢冇瞓覺㗎，佢仍然都有㗎嚇。OK， 好啦，再睇下喎，佢入睡嘅時間咧，即係第一條喎，佢係咪叫做又闊啲㗎？嗯，係咪啊？咁即係點啊？佢入睡。比較係啦，要多啲長啲時間，比較難啲瞓嘅嚇，咁啊相同嗰個原理嘅喺度都係講緊。好啦，咁跟住再睇下喎，佢嘅深睡嘅時間咧多唔多咧？都好都係咪？又係少啲嘅喎，啲特徵嚟嘅喎呢度嚇。咁另外發夢咧就差唔多啦嚇，咁啊呢啲都會有發生。即係話響整個佢哋呢啲睡眠嘅周期嘅裏邊咧，佢哋會係經歷緊啲乜嘢嘢咧？好多時候都會醒嘅。而醒咧，來跟住又會再瞓翻嘅，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嘅，同埋要相對比較要一個比較長啲啲嘅時間先至瞓得到嘅嚇。咁而深睡嘅時間相對嚟講，亦都係咧少啲嘅。OK， 呢啲係特色嚟嘅，呢個就係整個咧就同佢日頭嗰個作息好有關係啦。咁喺呢個咁樣講嘅時候咧，咁啊又想大家留意一樣嘢，就唔係代表咧，哇！咁我哋咧就要即係到。年紀大到長者嘅時候就要做多啲嘢，等自己攰啲啦咁樣樣嚇。咁亦都唔係咁樣樣噶，因為咁樣樣有疲勞過度咧，都會點咧？瞓唔瞓到啊？冇錯，瞓唔到噶，所以就唔好咧，硬就擁曬佢哋出去，哇！做多啲嘢，唔好碌啲咁，唔係咁樣樣，攰得滯都會瞓唔到。不過喺日常生活裏邊需要有活動啊，就要即係 keep 住自己去喐下啊，就唔好全部定曬落嚟，好靜止嘅，係做啲喐嘅、走動嘅、大啲幅度嘅活動啦啊，咁樣樣。好，咁跟住咧又再講下咧呢一樣叫做褪黑激素嘅嘢嗬，呢個咧同我哋瞓覺咧好有關係嘅嗬，咁大家記下佢個名喎因為咧佢呢個真係同我哋一樣好嘅嘢嚟噶，呢個咧係幫助咧我哋去到有睡意嘅一樣嘢嚟嘅。咁呢個咧就由個蟲果體嗰度喺個腦裏邊啦，喺個蟲果體佢就會分泌咧呢啲褪黑激素，
去到咧幫助我哋去到瞓覺。咁我哋嘗試又從呢個表裏面咧，又去睇下究竟喺咩嘅時候咧，佢會開始佢分泌得多啲嘅咧？佢最高峰係幾時啊？幾點啊？係啦，即係係夜晚凌晨嚟㗎，係咪啊？嚇！咁即係話呢個咧，咁佢咩時候佢又開始會少嘅咧？你見到兩邊係咩時間嚟㗎？呢個係朝頭早啱啱，呢個咧係啦，下晝嘅時候。咁即係話估下嗬，呢個松果體即係佢分泌嘅褪黑激素，佢同乜嘢有關係咧？係啊，冇錯，同個光線有關係喎嚇。你見到咧，原來咧佢入日頭嘅時候咧，佢咧個分泌咧佢會係少嘅。但夜晚佢就會係多啦，而呢一樣嘢咧係幫助我哋去到瞓覺嘅。咁即是話，我哋瞓覺嘅時候，我哋應該點去製造個環境呢？係啦，黑啲啦，做啲咩可以黑啲啊？係啦，窗簾啦，熄燈啦，冇錯啦，非常好啊，你哋。咁所以咧，點解有時有啲教嘅做法咪話咧？瞓覺就要熄燈啊，就要整黑啲，個原理就喺呢度而嚟嘅。明白嗎？就是這個褪黑激素那裡去到，因為是幫助我們有睡意，而它怎樣才會懂得走出來呢？就是黑的時候沒有光線的時候它就會懂得走出來的，所以我們晚上睡覺就要製造這個環境的。好啦，那日頭的時候，日頭我們用不用等它走出來呢？等這個褪黑激素分泌多一點呢？為什麼啊？日頭你要做什麼？是啦，有要上班的，是不是需要上工業需要什麼？精神啦，是不是？是啦，就不是要睡意的。所以呢，在日頭的時候，我們應該就做多些什麼好呢？是啦，做多些活動，那些活動要跟什麼有關係最好啊？是啦，跟光線，即是跟多些光線有關，就是說就算你睡得好不好都好，日頭的時候你應該怎樣？你本來的窗簾拉埋曬嘅。製造個環境俾自己瞓覺，咁日頭就應該點啊？拉翻開佢啦嚇，無論你瞓得好唔好都好，俾佢俾個眼球去到接收翻，話俾個腦聽啦，而家係日頭嚟㗎啦，唔好再分泌嗰啲褪黑激素啦，要醒啦嚇，都要拉翻開啲光線嗰啲窗簾啦嚇。好啦，咁同埋咧又再出去做一啲運動嚇，咁咧俾自己咧去到精神啲咁樣樣嚇。OK， 好，請講。你咁樣講，失眠嗰時佢哋嗰個睡眠，佢會受咩生理嘅因素？其實咧，佢都會接收嘅，因為我哋皮膚都有接收嘅，係啦，呢啲全部都有接收嘅。對光線係啦。松果體對光嘅喎。係啦，冇錯啦。係。眼嘅光線。係啦。身體感官嘅都可以 sense 到嗰個光嘅。係啦，係啦，冇錯啦。咁佢咧就會接收到，因為佢係透過光線，佢去控制佢個分泌多同埋少。咁所以喺日頭嘅時候，我哋無論瞓得好唔好都好，都要咧出去做多啲運動嚇，俾佢咧等佢咧好似儲錢咁樣樣，儲住嗰啲嘅嗰啲褪黑激素，唔好俾佢分泌咁多。到夜晚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出多啲嚟，令到你有多啲睡意咁樣樣。咁其實喺呢一步咧，亦都有啲嘅朋友佢嚟到，佢都會講咧，就話佢哋係即係有醫生係有開呢啲嘅褪黑激素俾佢哋食嘅。因為咧就話佢哋分泌得唔夠嚇，咁不過我哋係咪都要去食呢啲嘅嘢咧？咁我諗呢啲就加翻去同醫生嗰度咧去到有啲討論啦，好唔好嚇？只不過有啲咁嘅嘢嘅啫。OK。咁如果就算你頭先嗰個係咪其實日間我應該多接受陽光或者太陽，即係户外，因為咁先人即係令到自己即係除咗話我可能就戴曬眼鏡啦，驚咁多，但係皮膚其實方面我接收嘅就。我的睡眠嘅相對地，因為不時有發，我成日匿埋房打機，日頭都匿埋房打機嘅時候，可能我因為我感官上嘅嘢，我係產生褪黑激素消耗緊，到夜晚嘅時候反而唔夠。係啦。係啦，啱個原理會係係啦，就係咁樣樣嚇。咁所以咩打機就咩拉住窗簾打機咯，嚇都係好。教我啲青少年。係啊，可以嚇，係。有啲嘅食物咧，佢都會有依啲咁嘅成分喺度嘅，或者係佢有嘅咧，係啲除咗頭先藥物講咗啦嚇，佢會可以咁補充之外咧，其實咧色氨酸都係咧係幫助我哋去到瞓覺嘅。色氨酸嚇係啦，顏色個色嚟嘅應該係嚇。
咁樣樣。咁呢一樣嘢咧，安咧就係即係月字邊做個安全個安啦嚇，酸就普通個酸啦咁樣樣。咁呢啲嘅物質咧都係咧，佢會令到我哋有睡意嘅，令我哋瞓覺。咁喺邊度可以有呢啲物質揾得到咧？就係啲豆類嘅產品嚇。咁譬如，所以點解會叫大家飲牛奶？就因為它入面有這些食氨酸的成分，是令我們會容易一去到睡覺，這樣那個原理就是這樣來的。除了是一些牛奶之外，即還有就是一些譬如你吃香蕉啦，吃些肉類啦，吃些豆類的製品啦，其實那些都有的，這樣那些都可以大家去到即吃一下啦。不過又請大家留意，不要想著吃完之後呢就會嘣一聲就會瞓著咗喎，因為呢啲都係只不過係俾個身體吸收嘅嚇，咁佢都慢慢去到燥啊咁樣樣嚇。OK， 再講落去好嘛 ？OK， 好啦，咁咧頭先講咗啦，老人家佢哋相對啦嗬，係瞓得少啲之外咧，咁除咗係即係佢哋有時活動少之外，另一個原因。為什麼他們都會醒下睡下相對比較難一點睡呢？另一個就跟這個退下激素都很有關係的，我們又試一下看看。底下那行就是個年紀來的，這邊就是那個分泌的量。隨著我們的年紀的時候，最多是什麼時候呢？是年輕啊，即是小朋友啊，成人還是老人呢？是啊，小朋友多是吧。好啦，隨著我們的年紀開始越來越大的時候，那個退黑激素的分泌是多還是少的？少。是啊，是少的。所以都是解釋緊，為什麼老人家呢，為什麼會睡得不太好呢？是啦，跟我們的分泌都有關係的，就是因為它相對來說它的分泌都是分泌得少了，那也會有影響的。這裡 OK 是是是啊，它是自己分泌出是係啦，所以去到我哋老年啲嘅年紀嘅時候咧，佢個分泌就開始會少啦，所以都解釋緊就點解好似有時候咧，即係點解好似好難瞓啊咁樣樣。年輕人著燈都可能瞓到。唔出奇嘅，因為佢哋比較旺盛，不過你就佢都會影響佢分泌咯，因為有光線啊嘛，係咪啊嚇？好，咁啊講咗一啲頭先講嗰啲咧，都係即係一啲一般嘅常識啦嚇，無論瞓得好唔好咧，我哋個身體都會去到咁樣去到運作嘅。咁跟住咧就會講下咧，喂，究竟咩叫做失眠先？咩叫做瞓得唔好啊？咩叫做要留意下啦嚇咁樣樣。咁咧就有四樣嘢㗎。咁底下綠色嗰度咧，咁呢四個咧就如果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嚇，譬如第一個啦，好難瞓得著嘅嚇。第二咧，瞓完好似冇瞓過咁嚇，跟住第三咧就好似成日都醒噶嚇，中間瞓下醒下咁樣樣，同埋呢陣時過早醒咗嘅，即係譬如本來咧你校鬧鐘可能就七點啊，點不知咧五點幾已經醒咗啦嚇，咁啊叫過早醒。而呢啲情況嘅出現咧係點樣樣咧？佢哋咧一個星期啊都出現到有兩次或者以上，而持續咗都一個月嘅嚇，咁呢啲就叫做失眠㗎啦。咁我哋咧入睡困難咧，就即係講緊佢咧喺半個鐘頭裏面佢都瞓唔到，要超過半個鐘頭或以上嘅，即係一個鐘啊、兩個鐘啊嗰啲嚇，咁啊入睡困難。好啦，無法熟睡，即係瞓下又中間醒嗰啲，都係喺半個鐘頭或者以上都瞓唔翻，即係話唔係醒完去完廁所嚇嗰啲喎，而係咧我去完之後咧，都好難瞓得翻喎，都成咧半個鐘啊、一個鐘、兩個鐘以上嗰啲，咁我哋咧就叫做是一些失眠的了咁樣樣，呢個咧就係一個嘅定義嚟嘅。咁綠色最下邊，即係瞓覺好似冇瞓過咁。另一個咧就係比較早咗醒啦嚇，過早起咗身啦。咁其實過早起身咧，好多時候喺我哋所接觸嘅裏邊咧，都係同啲咩有關係呢？不如你講下你哋自己諗下先啦，你覺得會同咩有關呢？早醒的人早睡、那都很正路，如果是這樣有些是沒錯啦，有些東西通常呢就是譬如可能有些壓力啊、焦慮啊、掛著一些事情怎算好呢，那就會醒下，這個也是一個提示來的。如果你有時候是早醒的時候呢，你就看看究竟你自己是因為什麼而醒，
嗰啲嘅嘢咧，可唔可以早少少去到有啲處理嘅咧嚇？咁樣樣。啲遲食飯都影響咗。遲食飯會係點啊？即係晏成晚好夜先瞓嘅咯。係係。吃晚飯就會晏啲瞓，因為佢個時間已經騰，即係佢個生活嗰啲作息時間騰遲曬啦，係咪嚇？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多出現嘅情況嚇。我哋有個中心喺屯門嘅，咁喺屯門嘅中心就好多呢啲嘅朋友啊。咁啊點解？因為佢哋翻工就出咗去出邊啦，係咪？即係九龍嗰邊啦，變咗佢哋咧通常咧係真係噶。他們回到去屯門的時候已經是成他們說成九點鐘才開始吃飯，變成有時候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說你可不可以有機會早點睡，他說真的很難的，我怎樣早點睡呢？我九點鐘才回到家，你吃完飯十點好不好，當自己再休息一會再沖涼，其實你都真的要成十一、十二點，這個叫做是這樣。所以有時候我們有時候都說我們你要求自己所做的事究竟是不是都跟你的生活是吻合得到的，定係還是你有你的要求，有你的理想，不過有時做不到，我們會不會調節一下呢？在這裡這樣好，這裡 OK 啊，好，哎，請說。係啦係啦，同埋咧你就可以留意啦，究竟自己點解會係開，點解會係咁，去留意一下啫嚇，唔使好擔心，好緊張，哇死咯嚇咁樣樣，咁就唔需要，只不過純粹係睇下咦點解會咁咧，係咪有啲通常都係一啲事情嘅嚇，去影響咗自己而瞓唔到嘅嚇，有陣時候咧嗰啲事情過咗咧咁就 OK， 不過咧我哋依度喺度拆開啲再講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哋要去學習一下啦，我哋處理壓力。嗰方面嗰個嘅方法啦，或者係處理個人情緒嗰度啦，可能要去留意一下啦，咁樣樣。慣性夜睡嗰啲咧，咁咧就係其實咧有兩種人嘅，一種人咧就叫早睡早起型嘅，我哋叫做嚇，咁佢咧就可能就係十點啦，就到可能六七點咁樣樣嚇。啊，另一批人咧就唔係嘅喎，咁佢咧就真係係啦，就要一兩點先瞓嘅。咁相對咧，佢可能佢又會晏啲起身嚇。咁每個人有兩種咁樣嘅形式嘅睡眠嘅形式。咁但我哋就唔好夾硬。如果假若你係一啲晏即係遲睡遲起嘅人，你就唔好咧諗緊，唉死啦，好似唔係咁好喎，不如早啲。有時可能早唔到㗎，因為咧佢嗰個生理時鐘佢慣咗係咁啊嚇。咁但係假若你本身係一個早睡早起型嘅人。咁你咧就唔好咧去搞到自己咧就不如晏啲啊，好似仲有好多嘢要睇喎，未睇完個電視，今日咁好睇啊咁樣樣，咁時就會過咗瞓覺時間就係咁解啦，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早睡早起嘅，有啲就係晏睡晏起嘅，咁有兩種噶嚇，呢啲都係佢自己一路以嚟所建立緊嘅嘢嚇。如果要去想去有改變，都係可以嘅，不過就唔好好急嚇，你係要逐步嚟嘅。點樣叫逐步呢？就即係喺你調校呢個生理時鐘嘅時候，你嗰個嘅睡眠，每個禮拜做個單位嚇，咁咧就只係提前。如果你想早嘅，就提前半個鐘嘅啫。到你習慣咗，你瞓得到，你先至再下個星期再加多半個鐘上去，再早半個鐘，就唔好砰一聲。我本來咧就係即係晏睡晏起啊嘛，係咪？咁我本身就一點鐘，我先瞓得到嘅。唉，唔係喎，我想早啲喎，人哋話早啲好啊，對身體好啊嘛。咁我走去十點鐘，咁就瞓唔到噶嚇。所以你就應該係每一次每個禮拜半個鐘咁樣上翻去，咁就係調整你個生理時鐘，同埋係要慢嘅個節奏，唔可以好快嘅呢個。好，咁香港嘅情況係點嘅咧嚇？咁我哋哇都見到一流城。即係呢個係2010年嘅資料嚟㗎啦嚇，我唔知道出下㗎。咁咧都有成140,000人咧瞓唔到喎。你哋身邊多唔多㗎？其實都多啊，係咪啊嚇？好咁啊，通常佢哋嘅情況又係啲乜嘢嘢嘅咧？咁啊，你睇到比較多啲啦，都係咧難入睡啲嘅嚇。難入睡啲嘅人咧，究竟有啲乜嘢嘢佢又喺度搞緊嘅？點解會咁難入睡咧？估下，係咯，又係牽掛可能。香港人咧係特別多牽掛嘅嚇，有陣時又難啲瞓啦，又會早啲醒啦嚇。呢個咧都係同嗰個生活嘅節奏同個壓力嚇，同佢咧個人嘅情緒好有關係，所以大家都可以喺呢啲方面咧去到諗一諗嚇，睇下。好，成因有啲乜嘢嘅因素影響我哋會瞓得唔好嘅咧嚇？咁有唔同嘅因素，咁第一個就喺身體嗰方面嘅。
身體方面咧，就係啲乜嘢嘢咧？譬如啦，係一啲嘅啊唔舒服啦，嚇，即係一啲嘅痛症啦，或者啲啊敏感啦，或者係一啲生理嘅周期啦，或者係更年期啦，嚇，呢啲咧都會係引致到瞓得唔好嘅。喺我哋所見嘅例子裏邊咧，其實都多係啲乜嘢？係啲敏感症狀啦。譬如有啲啊嘅朋友未有鼻，我唔知有冇鼻敏感啦。咁鼻敏感嘅人咧，佢哋會話俾我聽咧，就係瞓 OK 㗎，佢話。但瞓瞓下嘅時候咧，佢發覺咧係會即係係啊鼻塞啦，即係塞咗。佢話佢真係要即係揾啲嘢通翻佢先瞓得到嚇。咁、呢個可以去留意一樣嘢。另一個咧就係、咧啊，都會人有都多㗎，就係、啲更年期啦。更年期咧，其中一個特徵嚟嘅餸㗎嚇，咁咧就係、會有失眠嘅嚇，因為有陣時潮熱啦，可能都會影響咗嗰個嘅瞓覺嘅嚇。咁但係又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喎嚇，咁所以呢個咧只不過係即係一啲。一般嚟講有的情況嘅啫。咁第三多的咧就係痛症啦，係啦。咁嚟到我哋呢度咧，好多人都話咧就係係啦咩話？長者關節係有啲都唔長者嘅，都話好年青嘅都話瞓得唔好，即係有陣時係啲肌肉啊好緊啊嚇，有陣時候係誒佢哋自己本身嘅身體唔舒服啊，即係可能瞓埋咗某個姿勢啊，咁佢哋有陣時候咧即係令到佢哋嘅身體更加痛咗啊嚇。咁呢都係，咁所以講嘅就係你要處理翻個源頭係啲乜嘢嘢，咁去到做一啲根治啦。好，除咗身體上邊咧，另一個就係啲藥物。咁有啲藥物咧，佢即係啲啊講即係作用其中一個啦嚇，就會有時咧令到個人可能冇精神入瞓唔到嘅。咁譬如係啲乜咧，就係啲類固醇嘅藥啦。如果假藥有時候嗰個劑量咧，可能係比較多啲啦，令到個人咧好醒好興奮啦嚇，咁就會有時瞓唔得到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所見嘅其中啲都有嘅例子嚟嘅。咁所以如果假藥咧係長期食緊一啲藥物嘅話咧，咁其實如果你又唔係好瞓得到咧，咁有時就可以問一下醫生啊，從呢一方面啊，究竟會唔會都有咁嘅影響㗎？或者你哋可以上網查一下啲資料啦。啊，究竟呢啲藥會唔會都會影響到個人嗰、個睡眠嘅咧？咁樣嚇，喺我哋所見嘅例子裏邊係有嘅。啊，另外再補充咧就係、身體上邊會影響瞓覺，就係個甲狀腺都會有嘅，係啦。咁有啲嘅朋友咁就嚟到上完我哋一啲嘅小組啊，即係做啲處理，即係啲瞓覺嘅即係啲週期啲規律已經建立得好啦。啊，不過都係瞓唔都係都係好似都係瞓得麻麻地，於是佢再睇醫生，咁醫生唔知有一次幫佢去即係去抽血嘅時候咧，咁就發現到咧，佢個甲狀腺原來係比較係有啲影響佢嚇，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可以留意嘅嚇。OK， 好，跟住就係情緒啦。唉，咩情緒嘅人會通常瞓唔到咧？失眠啊，老年會點㗎？啲情緒有咩特徵啊？暴躁、波動 ，OK？ 同埋我刺激我太太，令到佢成日擔心我就會。係。啊，擔心 ，OK？ 係嗰啲擔心嚇。咁啊，呢啲都係一啲波動，就即係咧。其實是一些兩極的情緒，就是說其實呢不一定是一個不好的情緒才睡得不到的，就是說不一定是很開心都會，不一定是很悲傷啊，很憤怒啊才睡不到的，頂住到你睡不到的，不一定的，原來是很開心都會的，兩極的情緒都會睡不到。喂，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我們會不會經歷這些情緒的波動的？有噶嘛，係咪正常人嚟噶？我哋係會有噶嘛。咁問題就係咧，我哋喺瞓覺之前啊，我哋點樣去到好好嘅去到調整一下、平復一下我哋嘅情緒，無論你日頭經歷緊啲咩都好嚇咁樣。咁喺呢個平復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啲乜咧？就即係瞓覺之前需要有一個咧準備嘅，就唔好咧哦，即係帶住一啲情緒咧就去到瞓覺咁樣。咁咧，我通常都瞓唔到嘅，即係話有個過冷河咁樣樣嘅，好似嚇啊！無論你係喺度做啲好舒緩嘅嘢嗬，啊聽下啲音樂啊，或者去沖涼啊，啊或者咧可能咧已經唔再睇電視啊，啊即係唔再同你講電話啊嗰啲啊，好舒服嘅，俾自己可能攤喺度休息一下，跟住慢慢先去到瞓覺。呢個過冷河嘅階段咧，就好幫助到我哋咧去到瞓覺嘅。亦都好幫助到我哋嘅情緒能夠平復、舒緩翻落嚟嘅，唔使再經歷咧咁大嘅起伏嘅。OK， 咁啊留意呵。咁咧就要睇下呢個過冷河嘅時間咧係有幾耐啦嚇，咁樣樣。係啊，諗嘢多都會噶嚇，咁就即係話可能咧喺呢個通常咧臨瞓覺之前半個鐘至一個鐘，我哋咧都鼓勵咧係。
即係臨瞓覺之前嘅半個鐘到一個鐘，我哋咧就俾自己去到做一啲令到你係舒服嘅、輕鬆啲嘅嘢嚇。咁你話，唉，我咧喺呢段時間咧去浸下腳咧就最好噶啦，咁嘅樣嚇。或者喺呢段時間我聽下啲音樂嚇，咁就好啦。因為喺呢啲嘢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分散咗個注意力，就唔使咧再喺度諗緊。哇！你話好多嘢諗喎，唔使再諗緊嗰啲嘢啦，就暫時專注咗喺呢度，俾自己去到平靜一下，等自己咧容易啲瞓嚇，咁嘅樣。就會醒咗，如果呢一個對佢嚟講嚇，對佢嚟講，收音機同埋電視對佢嚟講係可以幫助到佢瞓覺嘅話咧，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合適嘅嘢嚟嘅，係啦，但。但有一啲咧就會，我唔知道有啲人會教時，因為有啲朋友係咁噶，咁佢就會教嗰個嘅時間制，咁佢就會自己識嘅。因為咧佢哋有呢個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咧好似係陪住佢瞓啊，令到佢係輕鬆咗啊。其實個重點係喺呢一度，即係佢會覺得其實佢未必係佢專注去聽噶，佢只不過好似就 嗡嗡嗡嗡，即係好似個心機啊扭咗去嗰啲沙沙聲嘅，即係佢沙沙沙沙沙咁樣樣咯。咁其實嗰啲都 OK 嘅。咁但係假若不是的，我真的會去聽下個心機，究竟佢講緊啲乜嘅，追緊，哇係喎，犀利喎，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啊，咁樣呢啲咧就唔係合適嘅，就唔適合喺瞓覺之前嘅處理。但假如唔係，佢只不過咧就想陪住佢瞓嘅啫，好似有啲聲音喺嗰度，咇嗡嗡咇嗡嗡咁樣。我估佢嘅狀態可能係咁，咁所以咧呢啲嘅就 OK 嘅，即係呢啲咁嘅電視啊、心機啊係可以嘅嚇咁樣。咁啊講個笑話，咁咧咁以前啦，嗬，咁就興錄音帶噶嘛，係咪？錄音帶嘅年代嚇，咁錄音帶嘅時候，咁就嗰位朋友咧，咁佢就講啦，佢話啊，我瞓覺嘅時候咧，就最即係去幫助自己瞓咧，佢就會聽一啲嘅錄音帶嘅，咁嗰個咧就係教點樣去舒緩自己，容易啲瞓嘅。OK， 咁聽錄音帶嗬，好啦，咁大家憑你嘅經驗嗬，錄音帶聽到通常完嘅時候咧，通常會點㗎？係啦，打聲架冇錯啦。咁佢咧就話佢本來瞓到嘅，佢話真係可以好跟住嗰個音樂咧，好舒緩咁樣。啊，點不知咧，打一聲之後咧，跟住佢就醒咗啦，好似又由頭嚟過啦嚇。咁啊，不過呢啲係以前嘅事啦，而家就 CD 就應該冇乜呢啲嘢嚇。OK， 好咁啊，跟住繼續習慣性失眠啦。咁就真係講緊啲乜嘢？係啲嘅習慣，啲唔好嘅習慣影響咗瞓覺。有啲乜嘢唔好嘅習慣咧？譬如今日有套好正嘅電視，我梗要睇埋佢先啦，係咪？好眼瞓過，但都點啊？撐住啊，睇下佢嚇，咁跟住就會點啊？通常過咗瞓覺時間瞓唔到咯，嗬。習慣啲唔好嘅習慣，另一個唔好嘅習慣最多出現嘅就係、咁琴晚都瞓得唔好，咁今朝都冇嘢做，咁啊梗喺張牀度點啊？啊，係啦，瞓多陣，你搏乜嘢嘢啊？瞓得著啊嘛，搏翻係咪啊？啊點解通常都唔得㗎？不過呢啲賴床又係啲唔好嘅習慣嚟嘅嚇。另一個就係啲午睡啦。咁日頭咁好攰冇精神啊嘛，係咪？唉，咁難得瞓得到，咁梗係瞌下啦。晏晝嚇咁樣午睡都係一個咧唔好嘅習慣嚟嘅呢啲嚇。咁我可以去留意啊，有啲咩好咧？即係可以補充翻。係。饮茶时段嗰啲黑啊黑啊，系就可以点啊？补充到嗰个嘅体力啊，嗬系咪啊？嗬吓，系啊。对于一啲咧瞓得到嘅人嚟讲，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假若自己瞓唔到嘅时候咧，而又因为呢个嘅插咗电之后咧，哇好精神啊，跟住就咁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可能呢个就系对自己嚟讲就不适合啦。午睡咧唔系净系讲紧晏昼嗰段时间嘅，其实咧好多人嚟到嘅时候咧，最多出现嘅系乜嘢嘢咧？就係夜晚睇電視嘅時候，食完飯咁就瞌著咗啦，好短嘅啫。佢話唔長噶，好短啫嘛，一個廣告，跟住擘大翻隻眼都仲做緊廣告咁樣樣嚇。其實咧可能係一個好短嘅，就可能五分鐘或者係十五分鐘之內嘅事，但係嗰度已經足夠咧，佢差咗電，令到佢瞓唔得到。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嘢嚟嘅。OK， 午睡咧其實係佢啲，而且佢係好似有個朋友所講係有呢個功能噶。是幫你嘅，俾你自己唞一唞㗎，佢係好嘅。不過喺我哋瞓得唔好嘅人嚟講咧，而又影響咗你夜晚瞓覺，咁呢個就係一樣唔適合嘅嘢咯，嚇咁樣樣咯。
好生活嘅事件啦，生活嘅事咧就即係話咧，其實我哋未必係啲好大嘅事嚟㗎嚇，總之就係一啲嘅事情會影響到我哋瞓覺嘅。譬如啦嚇，咁有啲人咧就會被裁員啦，或者有經濟啦嚇，有家庭啦啊一啲嘅又或者係健康嘅健康即係呢邊咯，健康嘅問題啦又或者咧有時候咧可能咧就係你去旅行好開心噶嘛，係咪啊？咁你就會面搭飛機嘅時候咧，咁啊搭啲長途機可能去到咁就會通常有啲咩情況出現啊？係啦，時差啦，係啦，冇錯，呢啲就係啲短期性嘅，令到自己有失眠啦嚇咁樣樣。咁咧呢啲嘅嘢咧都會係令到我哋會瞓唔到嘅。咁喺我最近我上年啦嚇，咁雷曼事件係幾時發生㗎？幾多年啊？2008年係咪嚇？咁咧上年就即係2010年啦，2010年嘅時候咧，仲有一個人佢真係嚟揾我哋嘅時候咧，佢係因為雷曼到現在都瞓唔到，即係兩年咯，失眠咗兩年啦。嚇，啲生活嘅事情係會令到一個人瞓唔到嘅。OK， 咁我哋留意一下嗰啲咩事情。我哋去處理一下嗰啲嘅事啦，去正視一下啦，啊，我就唔好淨好努力咧，要瞓好啲，瞓好啲咁樣啊。我哋要揾翻個源頭、個根源。依度咧就係呢幾個，就係從緊啲咁多嘅方面咧，去到幫我哋睇翻究竟我哋瞓唔到嘅原因係啲乜嘢嘢嚇。好，習慣呢啲唔好嘅習慣啦，頭先講咗少少啦。生活的習慣是什麼東西來的呢？譬如作息不定時啦，一時即係今日係啦，時早時晏啦，中意咁啊咁啦，冇所謂啦，橫掂都冇嘢做咯咁嘅樣嚇。呢個係最多，不過亦都係最影響瞓覺咁，所以要留意嘅嘢。咁年青嘅朋友都有嘅喎，佢話咁冇辦法啊嘛，咁要趕功課，咁同埋個個都喺度上緊網。我哋有啲真係中學生都有嚟我哋依度嘅喎，嗱唔好諗住咧瞓唔到咧就淨係即係成年或者係老人家先有嚇，咁中學生都有嚟都咁冇理由㗎咁樣樣嚇，點邊可能咁早瞓覺㗎？應該玩㗎嘛。但就係因為呢啲嘅嘢，就影響咗佢自己個睡眠。睡眠話習慣，賴床嚇，同埋係一個唔規律嚇，呢個都係嘅。好，環境，睡眠裏面頭先講過啦，環境需要個燈光上面需要去到即係柔和啲啦，或者係黑啲啦，係咪啊？仲有噪音啦嚇，究竟嗰啲聲音有冇啲可以避免得到嘅咧嚇？可能有啲要協調噶，因為咧好現實嘅情況就係點咧？就係可能咧有時候佢哋即係一家人一齊住啦嚇，有啲人嚟到就都會講：我點可以熄燈啊？嗰支光管即係又照埋個廳又照埋個房噶嘛？咁可能咧有時候咧就可能睇下有冇啲嘅工具可以幫助到啦啊，譬如戴下啲眼罩或者同屋企人協調一下啦嚇，可以點樣整啲不如唔開嗰支光管啦，可唔可以坐台㗎？減少嗰個影響。認知上即係我哋啲諗法㗎，佢誤解咗㗎啊。譬如咧，我哋有時成日都會覺得一定要瞓夠8個鐘㗎，冇8個鐘係唔得㗎嘛。呢個醫生講㗎嘛，係咪啊？7至8個鐘係正常。咁我冇咁，我即係唔正常啦咁樣。咁咧，咁其實咧呢個咧瞓覺時數咧，我哋真係好因人而異㗎。譬如有些人咧，佢哋瞓4個幾鐘已經很夠，但係啲人唔係㗎，佢要瞓夠10個鐘㗎，所以呢啲咧就係好睇翻你自己，你瞓完之後對你日頭你要做嘅做唔做得到，有冇呢個精神，有冇呢個體力？假如都 OK 嘅話，咁即係表示緊你呢個睡眠嘅時數都足夠啦，你就唔使一定要去到7個鐘、8個鐘咁樣。但亦都有個情況咧要去留意就係咧，有時候咧可能你瞓得過多，都會令到你個人好攰嘅。成日都攣住喺度，咁係咁瞓到個人會好攰，所以嗰啲就瞓得多得滯㗎啦嚇。跟住飲食，咁咧就係食一啲清淡嘅嘢嚇，就唔適宜咧即係食一啲刺激嘅食物，同埋咧就係煙啦、酒啦、咖啡啦、奶茶啦嚇，嗰啲都係一啲唔適合嘅嘢。咁而響嚟到我哋呢度嘅時候咧，有啲人好得意，做完評估之後，咁就發現到原來佢好中意食咖喱嘅。咁佢發覺佢只係咧翻去減咗食咖喱，即係對佢個體質，我估有啲關係。咁啊減咗之後咧，咁啊真係瞓得好咗喎嚇。咁另一個咧就係味精嚇，味精咧都好影響人瞓覺嘅嚇。咁所以你哋又可以留意一下啊，呢啲嘢會唔會都同我自己有關係咧咁樣樣嚇？情緒啦，咁咧就係一個平和嘅情緒咧，喺瞓覺前係好適合嘅嚇。但假若唔係㗎，我成日都係好多好多嘢諗㗎，好緊張、好擔憂、好焦慮嘅話咧，咁呢啲都係會影響瞓覺嘅情緒嚟嘅。好，安眠藥啦，有冇朋友需要有食緊或者食過安眠藥㗎？食過係咪啊？咁啊，有啲留意一下啦。咁啊，通常一般嘅啫嚇，可能開呢啲啦嚇咁樣樣。咁咧喺食安眠藥嘅時候，有啲嘅要留意啦，就係咧係。你用它的時候它只不過是一個很短暫性的去用，
雖然咧喺我哋嘅服務裏邊咧，其實我哋就唔係用藥物去處理，我哋咧就用啲心理輔導嘅手法去到處理嘅嚇。咁、咁但係唔代表即係亦都唔係好反對用藥，因為咧反而喺我哋所見嘅人裏邊，好多人咧都係好抗拒嘅，佢哋係覺得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啲唔好嘢，千祈唔好用。但其實唔係㗎，有陣時候咧有啲人佢哋真係。尤其是翻工嘅朋友，佢真係瞓唔到咧，佢真係個精神係好差，做唔到嘢啊，係好大嘅影響。咁嗰啲嘅朋友，如果醫生都開咗俾佢嘅時候咧，佢又不妨同醫生去到合作啦，係咪嚇？咁可以嗰度再傾啦。咁又唔好睇成藥物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好差嘅嘢啊嚇，又完全唔好用啊，係一個短暫嘅，係有需要嘅時候使用嚇。咁但係就唔係一個長時間，不如食咗粒藥啦，容易瞓啲嚇咁樣樣，咁就唔係咁啦嚇。咁又唔好去隨意調校個劑量啦嚇，咁通常啲人就會減少會多啲嘅嚇，咁啊但亦都有部分咧就會係增多咗嚇，我諗多多少少呢啲嘅劑量咧，同醫生嗰邊咧去到再協調啦，究竟係食幾多少，或者係因為唔得喎呢個藥嚇，可以再傾翻嘅呢啲。好啦，咁唔係用藥物嘅時候，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咧去到處理一下失眠咧？咁嚟緊跟住呢個時間咧就會係講一啲方法嘅。睡眠的規律嚇，咁即係或者話咧係定時定候的上床同埋離開張牀係緊要嘅嚇、啊。無論你嗰晚係瞓得好定係唔好嚇、啊，到嗰個鐘數你係起身，即係你就需要教你個鬧鐘去到起身啦，就唔好咧俾自己再喺度補眠啊，叫補翻去瞓多少少啦嚇，咁啊更加影響咗第二日嗰個瞓覺嘅。飲食嘅原則嚇，咁、啊、就係、是、即係頭先講過嗰啲嘅咖啡啊、奶茶。咁有啲有啲朋友佢亦都會講嘅，就話：喂，唔係喎，都冇乜影響啊！我飲完都瞓得到嚇。咁呢啲就係好因人而異嘅嘢嚟嘅嚇。咁、啊、只不過講緊咧係比較一啲闊啲嚇，咁、啊、就去留意，唔好食嗰啲有啲刺激你令你精神嘅嘢。運動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嚇。頭先講話，因為同陽光有關係嘛，同埋咧佢會分泌啲開心嘅指數嘛，咁所以咧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係 keep 住去到有運動，咁最好啦就係點咧，就係可以有半個鐘頭嘅大氧嘅運動嚇，可能你跑步啊、游水啊嚇嗰啲咁樣樣，咁咧跟住咧就係咧，不過喺臨瞓覺之前，咁就想問下啦，做運動有好唔好嘅咧？以你哋所知，啊點解唔好咧？適當運動就好，咁就。輕鬆 OK 係啦，就睇翻啦嗰個運動咧，瞓覺之前適宜做啲伸展嘅啫，啊拉下筋好輕巧嘅啫，啊嗰啲就可以啦，就唔係好適合咧再去跑步啊或者打個網球啊咁嗰啲就未必好適合，嗰啲適宜劇烈嘅適宜喺翻日頭裏邊做啊，做多啲夜晚嘅時候咧，我哋做一啲比較輕騎啲嘅運動嚇、啊。好，環境嘅調節啦，就係光暗啦，聲音啦。床褥都是的、啊、你們所、用的那些的床褥、啊、被鋪、啊、所穿的衣服、啊、那些的溫度、啊、這些全部都要去留意的一件事、啊、有時尤其是現在有時天氣可能、有時暖了有時凍了，究竟你所穿的衣服會不會都穿得多得滯、啊、令到你熱影響了你睡覺呢，這個又要留意，還有空氣的流通，雖然是凍，但係都唔好即係風到密曬嚇，都要有啲空氣嘅流通，都係有助我哋去到休息嘅。好啦，放鬆嘅手法啦，放鬆就即係話咧，其實係一啲譬如一啲音樂啦，有啲人就香薰啦嚇，咁呢啲令到你去到放鬆落嚟嘅嘢嚇，有啲人可能係或者係去到冥想啦。或者是去到他覺得蹬下腳都是令他放鬆的，總之是以一個輕鬆的做一個原則。好了，一些行為的治療，即是說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啊、其實就是在一些我們的小組裏面、啊、我們用一些認知行為療法的小組裡面，都有些叫睡眠日記的一樣東西，那真的不要去到，其實大家這些在坊間你都有些書可能你會抄得到這些日誌，不要去到忽視它，其實呢它、叫你所填的東西有時候其實是很有幫助，俾你去到很客觀、很正確的去到了解自己的現況是怎樣的、情景的聯繫就是講緊我哋有睡意的時候先喺張牀嗰度，如果唔係就盡量離開張牀，唔好成日都攣住佢啦咁樣。睡眠的限制就是講緊我哋你做完嗰個日誌之後，你究竟
瞓到嘅時間係幾多？可能你瞓到係四個鐘嘅，你就只係四個鐘喺張牀嗰度，你就唔好咧有個六個鐘喺張牀嗰度，咁就叫多得滯噶啦嚇。OK， 認知嘅治療，認知嘅即係喺諗法嘅上面，我哋點去澄清我哋一啲嘅諗法咧？譬如大家今日聽完呢個啦，我估咧應該都會清晰咗啲啦，對瞓覺係咪就唔會再有混亂，就唔會再帶住嗰啲。呢啲就係啲諗法上面影響咗我哋嘅嚇。喺呢啲諗法上面，我哋究竟有幾咁嘅合理咧？或者係佢有幾咁嘅真實咧？可以問一問自己先嚇，你自己呢個諗法係咪真係嘅咧？有啲乜嘢支持你真係？有啲乜嘢唔係佢反對緊嘅咧？嚇，去澄清下。好，其他就係咧有啲越位嘅嘢啦。咁咧其實咧呢度咧就都即係喺 YouTube 裏面咧有一段嘅片嘅，呢段片咧都係我哋之前有個中醫師佢嚟到講講座嘅時候咧，佢去到介紹。咁你哋喺 YouTube 裏面咧，你就咁打咧六招穴部按摩，咁你就可以揾得到嚇。咁我哋而家我哋又試下咯，好唔好啊？試下喐下啦嚇，都聽咗一陣嗬。我唔用麥應該都得嘅，我試下。如果唔得，你話俾我聽，我先再用翻麥。醒咗嘅咁又可以做下咯，點算冇乜聲音啊嘛，係咪？啊，咁又早午晚三次，咁
咁又每次36下，咁都係咧一啲咧幫助你瞓覺嘅。不過想問一下喎，你估做完之後咧幾耐瞓得著啊？是不是即刻瞓得著啊？一做完之後即刻嘣一聲咁樣，係啦。咁咧就唔好咁諗喎，喺都係啲養生嘅方法嚟嘅啫。啊，你知道中醫啦，即係我哋需要俾啲時間嘅，係咪？咁大家即係你 keep 住咁樣做咯嚇，就唔好諗住咧，哇！而家做完就好啦，一定瞓得到今晚嚇，就冇咁嘅事嘅嚇。但係就我哋 keep 住嚇一路咁做落去。好，咁啊，依啲少少嘅穴位啦嚇。好啦，跟住另外啦，喺我哋嘅心。即係心理上面啦，情緒嘅上面啦嚇，咁我哋都要去到心胸闊達啦嚇，俾自己一個愉快嘅精神嚇，唔好對自己對別人都唔好過多要求。喺我哋嚟到真係我見到好多嘅例子嚇，其實咧你講係即係講嚟講去，其實係咪真係學一啲嘅方法上面規律去影響咧？其實有時唔係嘅，真係唔係，嗰啲唔係最多，最多嘅係啲乜咧？係真係佢個人好執著嚇，諗下自己有冇啲好執著嘅位置。好對個要求係好高。我琴日個小組有個組員，佢真係其實佢而家已經瞓緊都七十幾歲啦嚇，咁瞓到都有六七個鐘嚇。咁佢咧每次醒嘅時候咧都大概係醒15分鐘到嘅啫，咁都醒一兩次。咁佢咧瞓覺嘅時間咧都係15分鐘瞓得著嘅。你覺得正唔正啊？佢嘅情況正喎係嘛？咁我再問佢啦，我話你瞓完個精神好唔好㗎？你一退休就冇咩做啦。咁我話你精神好唔好㗎？你夠唔夠㗎？做唔做到你想做嘅嘢？佢話夠個 OK 㗎，好有精神㗎。我又做運動嘅，又咩嘅咁樣樣嚇。O 唔 OK 啊？就咁聽落都好 OK 係嘛？但係佢覺得唔得咯。佢話唔係，我又醒，我醒咗15分鐘啊。嚇！咁佢就好煩惱啦。依啲咧有時咧就係一啲好執著、好要求一個好高啊嚇。咁我話你想點啊？你想你個瞓覺要有個咩效果啊？嚇 ，OK， 有時嗱，佢個例子係咁，可能時我哋自己都會有噶，唔多唔少嚇，都會咧，可能喺某一個位裏邊咧，你都會執住，死都執住唔放佢嘅，可能就係嗰度係影響咗自己瞓覺，呢個係最多嘅真係見得。好跟住積極處理身體嘅問題啦嚇，感冒啊、哮喘啊呢啲嚇咁樣。咁假若有任何情緒嘅鬱結嘅時候咧，有時咧真係唔好去收埋嚇，收埋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幫助我哋去到。處理我哋去瞓覺嘅，瞓覺我哋成日都講緊，只不過一個咧好表面表徵嘅問題嘅啫，面嗰陣嚟嘅啫嚇，即係話個提示俾你聽，喂，你要去留意一下你自己啊，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咁其實底下咧，話好似一個深淵咁，其實係有好多嘅嘢而影響緊你面頭嘅，咁所以你唔好去忽視自己一啲情緒上面嘅嘢，有嘅話咧，咁真係需要揾人去傾下啦，好唔好？哦，係喎，係喎，應該係嗰個病字嗰整咯，謝謝你。好，跟住咩話？哦，未抄曬。轉頭俾時間啊 ，OK， 好，我轉頭嚇。好，係啦，好，咁跟住咧一啲可以做嘅嘢嚇，譬如咧就係、是唔好去張牀度，即係去到即係除咗瞓覺以外嘅嘢啦嚇，就盡量離開張牀啦嚇。咁咧就如果半個鐘頭都仲未瞓到㗎，咁就離開啦嚇。咁日頭又唔好賴牀啦嚇，養成一個咧定時就寝嘅規律。咖啡、奶茶、劇烈運動喺晚飯之後都唔適宜嘅，過飢同過飽亦都會影響瞓覺嚇。咁嚇？早上是不是就可以飲呢？咁你可以試下嘅，睇下對自己有冇影響咯嚇。咁瞓覺之前，寧靜舒適嘅環境嚇，每個星期咧都有3次嘅大量嘅運動最少啦嚇，咁啊盡量啦嚇。咁我問過物理治療師㗎，佢話其實咧有時候咧，咁我真係做唔到3次半個鐘喎。咁佢話如果你1次9個字都得嘅咁樣樣嚇，咁樣樣咁佢咁講啦。好，仲有憂慮嘅情緒嚇，咁啊放低啲你掛慮嘅嘢啦。好啦，這個呢就是一個呢肌肉的放鬆的練習嚇。咁喺呢一度咧，其實咧就係喺浸會大學都有個網頁㗎，可以上睇跟住做嘅。另外咧就係下邊嗰個咧喺圖書館都有得借嘅一本書，叫做《身心鬆弛練習心篇》。
啊，就是基督教服務處出的，圖書館有一隻的，如果要買的話大概70-80元，普通書局已經有的了，因為很久的一本書來的。那這隻 CD 那個心理學家就在那裡一路講，就是一路播著這樣做的，又可以大家去試一下的。好，最後這個就是在我們的服務的裡面，其實大家今天手頭上面都會有一份有幾張的單張的，有一個綿語，就是其實我們除了用認知行為療法去處理睡覺之外，催眠都是我們其中一個手法來的，再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些相關的資料。那我們另外一張小小的綠色那張的單張仔，就我們叫做一個一站式的優質睡眠服務。其實我們看回，就是除了我們 有兩個的小組，一個用認知行為療法，一個用催眠的手法去處理之外，其實都有一些的工作坊的，就是關於飲食和關於運動，因為其實在這兩方面都是影響我們睡覺，所以我們的護士的同事都會在就著飲食去到講究竟吃些什麼，剛才我只不過很簡單講了，詳細一點可以參加一些工作坊。另外就是一些運動班，就是由物理治療師就會帶一些運動班，究竟做些什麼運動去幫助我們容易睡的，那個都是。還有就是我們都有做一些心理輔導的，如果假如是想個別去找我們去聊聊天的，都無人歡迎的，打電話聯絡我們。咁咧，電話、地址、網頁，全部咧都係喺嗰啲嘅單張裏面都有噶。另外咧，就再夾咗一張咧，就係一張水嘅運動班，因為咧嗰啲都係對我哋個對個身體係好嘅。咁假如果你哋都有興趣嘅，咁就可以聯絡我哋。我哋有兩個中心，我哋咧就一個咧就喺藍田嘅識健中心，一個就喺屯門嚇。咁就有咩可以隨時聯絡，係。心碎最高，應該轉頭話俾你。好，講埋呢一度先。呢個咧喺我哋過往經驗嘅裏邊咧，喺啲朋友參加你小組一個月嘅裏邊咧，佢哋咧都可以有啲改善嘅，就係點樣咧？就係佢哋容易瞓咗啦，中途醒嘅次數減少咗啦，嚇，同埋睡眠嘅時數都多咗。呢啲講緊咧唔係由零到好多咁啦，而只不過咧係逐步去到加咗。咁所以大家你都要留意，就係自己你哋去到處理嘅時候咧，都係一步一步去改善嘅嚇，就唔好。嘣一聲要求自己做到很多的事情。好，最後了，我們要去看看究竟影響我們睡覺的是什麼的因素。第二就是要找一些合適的方法相對應的，如果解決問題持續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找一些幫助了。樣好，這有一點參考資料。好啦，咁就今日嘅講座就嚟到呢度啦，咁就唔好意思啊，遲咗少少，咁就如果有咩問題咧，可以留低再問啦，或者係電話或者點樣聯絡都可以 ，OK？